美国加州山火总死亡人数在星期日增至31人，成为当地史上死伤最严重的山火。在重灾区天堂镇，只是第一条路能够安全离开火场，大部分逃生路线都被大火导致。在道路上可以见到不少被烧融的汽车，有7人被发现在车里面烧死。